好，得啦，唔使讲咁多，得啦。参加条件我唔够条件，有冇搞错？强啊！呢个咩钟？打钟先啦。好嚟啊！参加するなら25,000円。好嚟啊！即刻嚟啊！唱 K 好快，先听日啦，听日唱啦，跟住咧而家点啊？咩变更规则？唔知道，开始打麻雀。好嚟啦，嚟先，点睇牌型一览？平胡四个顺子，梗系冇咩啊？即系四条蛇咁就得啦。吓，断腰九不含一九字牌。四个碰，你不可以碰一，咁啊断腰九，即系对对胡啦。跟住呢一个咧，一杯口就3,3,4,4,5,5，吓即系两组相同嘅顺，哦3,4,5,3,4,5系啦。跟住就会，跟住就再其他鸡胡咁拼埋，逆牌，唔知啊，是但啦，嚟啊，开波80,000，唔使谂啦，即刻打走呢个铜。24,5,7,8,8咩啊？碰啊！九索唔要，好五同即掉，整啲万子啊！哇，低能啊！全部都红子啊，大镬咯！臭手真系，冇啊！早知留咗只七同啊好，扯一扯先，抌走只白板，好嚟啦！哇，真系黑到爆啊！一啱啱摸完白板又摸，已经又一撇。哇，可能要放弃呢啲啦！哇，俾人碰咗，食屎仔！发翻嚟啦，我啊运势好咩啊？九七八九啊，七八九食唔食得啊？一好似我好似平有冇平胡啊？是但啦，要咗佢先。七八九，冻唔要。誰か積み込んだのか？冻啊！又有冻，真系白痴。咁即系焗住都唔要啦，极黑仔黐孖筋，俾人黑死喎！我而家系被逼害喎，暴听，即系人哋叫胡啦，白好嚟啦，我都叫胡啊！话俾你听，碰碰2,3,4掉走80,000，好咩胡啊契弟？好，唔系我出冲啊，保持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行好啦，好烦啊，咩5,000几点，唔关我事啊嘛，好嚟啦，一定要赢，三索，咩北七，哇呢铺牌好鬼难玩，呢日本牌好难记，30,000，你估劲差我有冇可能食到一铺胡？唔系好记得。手气来了，九同，九同要唔要好啊？是但啦，要啦，七八九 Q， 好咩？有咩啊？60,000，六七咯，要好啊。七，跟住要睇下先。五，好嚟啦，准备可以够食糊啊，蓝唔要，好。又有得食糊喎，七八九滚黐。对面通常打啲咩啊？对面打童子多，我叫五童。又有得四，唔需要啦系嘛？唔使二童，出面有冇二童啊？有冇打过二童？五童有冇打过？继续 keep 住五童。今回は勝たせてもらう。喂，八童。喂，又暴叫胡，北好惊啊！我都食得噶，碰啊！二三四，我系咪可以叫双飞？如果系咁啊，叫一万，叫一万，碰是但啦，碰啊！睇下先，叫咩啊？二万好定三万好？二万已经冇啦，三万掉一。食屎仔50,000，唔要，哇出冲啊食屎啊，搞错啊，搞错报听，我零翻咩？冇得食鸡糊咩？
你又似啊？东西北北，一定金铺一定要赢，好嬲！六万唔要啊！见到以前黄九同我讲话咩，副牌最少咩就打走啲咩就啱啊！打走个东先，好啊！蓝蓝唔要啦，因为人哋都打咗，我哋都唔要，跟打咩啊？九同九索唔要字 ，keep 住四索，睇下先啊！白板唔要啦，斋做索死仔有只蓝，八万唔要啦，有咩人品差？黐线，呢个都唔要，八万。摸到啲牌好烂啊！六同唔要，越嚟越多咯喎，大王。好，而家咪顺啊！五索三四对面系咁喂我，要唔要好？咩啊？麻雀契弟算把啦，睇你几番起壶唔识打，要定唔要？啊，五索睇下先，而家二三四，如果要嘅话就系变咗三四五啊。三四五，三四五嘅话就变咗二四断，要唔要？唔要。二同，而家系咁摸同啊，大佬，俾啲索子嚟啊！哇，人哋胡系咪黐线啊？咁快，我而家试输紧，个个人都食过胡啊，咪虚张声势的顺都未食胡，俾啲二记啲对对胡我啊，我就一定食到啦，金铺一定得啦，七七七。呢、這个唔要，好一万唔要，九同一索呢啲都好难要噶啦，嚟啊二万留住先，做大佢，清一色咩啊八万唔要，三同过嚟咩啊六七。好好有啲有啲想要啊，五六七都系唔好啦，哎啱啦，我系做清一色啦，二四五六七七有六爽，而家可以做对对胡加加呢个清一色四同唔要啦，咩啊碰六万碰碰掉走一中。嚟啦！呢铺有机会二万，你吔屎啊！呢班打靶仔做唔做大佢好咧？贪心嘅话就掉掉埋呢啲，吓、啊、做唔做大佢？吓、啊、掉埋呢啲六索啊，五同做清一色，吓、啊。時は金なり。咩啊？有人话咩做大？有啲人唔好做定唔做？你哋识唔识打牌啊？有人话唔够牌 no 唔好，唔好做啊！唔好做啊！信你啊！喂啊！打啲嘢又北，咁冇啊！你要食糊啊？岂有此理！哇！黑到咁，成日摸两剂，整啲喂扣牌啊！打靶仔，哎嚟啦！七万，红。点解冇得降嘅？系咪低能？好嚟啦，跟住而家咧就要做嘅系五六七六万，睇下啲牌先。二万都二三三万都俾人揈咗两只噶啦，都冇咩可能噶啦嘛。二三四五六七是鬼蛋，冻嚟啊！俾啲牌我啊！又北有四同死仔包，全部人都摸住啲万子喎，漏局低能仔，岂有此理？唔系输系嘛？仲有系咪仲有一铺啊？输咗排名低能啊，好嬲，搞错啊，黐线啊，黐孖筋，点解会咁啊？打得好开心，下次再嚟死仔炮，听日再打过，好嬲。
听日打强，可唔可以打死呢啲友？麻将やっていきませんか？麻将唔系玩啊，我净系想打你一身咋。仕方ありません。手风唔顺，可唔可以冚到佢爆？冇啊，诶又似嚟。听日再玩过。手风唔顺，黑仔。咩？呢篇潮文咧就有一位叫做啊。Simon 的兄弟所写的叫港岛撞车党。我近排上网呢，我近排上网见到呢，香港油麻地呢有人做撞车党，我心生一计，约埋女朋友试下做撞车党啦。咁喺人呢，即係行人道同车道徘徊，突然间呢见到对面呢红衫型男走咗出马路，我心諗啦，广岛咁少人都仲有同行，点知佢拎起部手机都唔知係咪影我。我点起烟，定一定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有一帮保险调查员嘅人，我心谂大镬，唔系捉我系嘛？好在咧，佢哋咧去红衫型男道，咁佢企到咁出，俾人捉到咁正，抵啦！又见到佢哋其中一个人咧拎咗支枪出嚟，咁作为好厉害嘅保险调查员咧，有把枪旁身好合理嘅，亦都系好合逻辑，一嘢咧射落红衫男。好似疾风不及掩耳的速度咧，啊咗一声，再用迅雷不及冥目拔足狂奔。回头一望，条红衫佬咧唔射啊，唔惊佢哋啊，仲抢埋支枪，又真系唔射佢哋，射地下。咁我继续走，继续走，然后就冇了，女朋友都冇了，完。即系话我之前早排有一次喺港岛，唔知执咗支枪，跟住同新一马对住地下射啊，系嘛？应该讲下呢个故事。今日差唔多啦，听日去唱 K， 记得提我，同埋去一定要赢，试下一阵有时间赢埋呢铺麻雀局，系咁先啦，完。